今天晚上的比赛成绩，就好像我们节目前刚刚告诉大家的，我们有25%呢是在每一位评审的手上，总和是75%，再加上 Podo Now App 观众投选的25%，总成绩就是100分。那这是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在我们 Podo Now App 今天晚上的投选方面，到底战情跟排名是怎么样的？今天晚上的 Podo Now App。5位参赛者，他们的排名分别是：排名在第一位 M 四 Girlfriend 沈志豪，排名在第5是我们 M 一的江涵文 Aiden。得到了你们的支持，他们下来再结合了绝对评判的分数之后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战情呢？今天晚上我们的5位男子组的参赛者面对的是他们这一轮的淘汰赛，5位当中将会有1位要离开我们的绝对舞台。